哎，我现在呢已经卸完妆了，对，洗完脸了。今天很顺利，很开心，然后也见到了大家，听到了大家的声音，很棒。然后我们都很棒，也，然后也期待下次见面。然后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。然后，对，我觉得我演的还可以吧，反正就是一直在调整，然后。状态会越演越好，对。但是今天也杀青了，OK。然后，哎呀，待会儿要去洗澡洗头，今天的表演状态就彻底结束了。然后我待会儿看吃点啥吧，点点东西吃。好，不多说了，你们快点回家吧，外面。哦，应该是已经没下雨了，对，但是你们还是赶紧回家，可以出去跟，组团吃个饭啥的，但是还是早点回去休息，今天辛苦了，拜拜。